这颜色漂亮不漂亮？哇，看着好好吃啊。嗯。哇。嗯。今天三十买40个鸡腿，把肯德麦价值百万的炸鸡配方交给大家。这平常在外边买10块钱一个，几个买了还不花1块钱一个嘞。大家回家按这个配方炸，要是不好吃了，请呼俺媳妇的脸了。我听着。请俺媳妇替恁呼我的脸了。鸡腿给它改下刀，2面5刀，一边十字，另一边3刀，刀口给它离深一点，等会儿好炸开。来2片葱姜，料酒。抓一下，腌制5分钟，去一下腥。280克奥尔洋盐料，280克清水，用俺家的筷子搅拌一下。我这正好是8斤鸡腿啊。抓好，腌制4个小时，准备开炸。等会儿，先来一盆面粉，再来半盆淀粉，搅到一起。鸡腿已经腌好了，现在开始给它裹粉，轻轻的在里边翻滚一下，然后再放入清水中蘸一下，再放入面粉中，先撒上，拍打一下，再用手给它轻轻的挪一下，就这样。挪完之后拿出来拍撒一下，就再拍拍手臂，来个震动，就这样就可以了。层次感等会儿都该出来了。准备起锅烧油，锅里加入鲜油，181度油温下鸡腿。炸至定型后，轻轻翻动。油温升高，再次复炸。炸鸡出锅。这颜色漂亮不漂亮？哇，看着好好吃啊。起火。最后再来点孜然。哇，这边再来点辣椒，这不做好了吗？这管吃饭三个。炸鸡已经做好，配方也交给大家了，看这结果怎么样？先拿那味儿来开会，开会。嗯。皮子焦酥焦酥的。你俩肉辣椒啊？嗯。好香啊。嫩酥啊。这鸡好肥啊，是吧？嗯。嗯，炸得很，炸出炸出的。宁宁，你那是不是腌的真香啊？这毛毛毛的还好吃。毛毛毛是谁啊？就是毛毛毛。再撒点辣椒。嗯。嗯。得劲，得劲，这个感觉真得劲。嗯，今晚多发一个不？应该可以。我拉不完。看见没有？这鸡腿炸的。如果我要去买，你会买吗？听听啊。哇。嗯，这声音能听到吗？我给他都听见了。哼哼，外酥里嫩，
看这鸡肉嫩了，看外边的水，肥美多汁。哇！鸡翅肉真多。整个这鸡翅还大，还肥还香。你别不好喝，又喝了那东西，那比鸡排好吃，鸡排好吃，这比鸡排好吃。里边的肉很嫩，是吧？嗯。比俺买的还干净，还好吃。嗯。都是脚啊！哇！俺自己在家吃啊，面粉裹的比较多，这样实惠。对，跟人卖都得十来块，这鸡腿肥得很。还白带鱼吧？嗯。你去买不去？去了我都白鱼。我给你捧着。我炸你吃，然后你买。我吃三个都能。这管白腿。管。啊。那色香味已经全部到了。这个品种回家自己在家里可以试啊，百试不厌。记住步骤差不多都行了。接不了过来，这个肉我耽误的没啃太干净，给你留了。现在膨胀大王。这鸡腿咋的不赖啊？还专门跑过来送来，辛苦了。哟，还酥着嘞，听着。这嚼着不赖。你给我发出来啥口味的？我看你拿的盐味。吃不赖。主要不是给你拿的，长得没好吃这些东西，你知道吗？耽误的长得多一点。外焦里嫩，不赖。给张明，张明又上他姨家去了吗？没有三味了，还没放下来。回来哦哦，这不三味有只能辣椒吗？嗯，回来弄完吃了。回来，张志，谢谢啊。客气了，老表。有你这样好吃吗？有大强。你这个叫谦虚龙啊。不然我谦虚吗？不是咱确实强。今天视频就到这吧，咱俩再说说话。再见。再见。多来点辣椒。铁板鸡架，十里飘香。今天是买了八个鸡架，侄子放假过来玩了。今天做了他最爱吃的铁板鸡架。鸡架洗一下，95号清水。这东西是真便宜，但是做出来真好吃。从脆骨这个地方把它剪开，然后撑开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把这个脖子给它处理一下。乖乖，这东西可好吃啊！小时候经常看人家买着吃。你看人家买着吃，你就知道好吃吗？那小时候5毛钱一包的不都这吗？连骨头嚼都咽了。那我也吃过，确实怪好吃。谁给你买的呀？自己买的，没得零花钱吗？不碍事儿，小时候谁都好吃这，不碍事儿。谁买的都中。老板别拍了，快过来看这是啥。啥？看。腰子吗？啊。咦，我不中，等会留着给强吧。兄弟，尝尝，尝尝味儿。人家说这都是你最爱的。用刀背给它敲直，切点洋葱。小孩子爱吃的东西真是琢磨不透，都是些稀奇古怪的。那我小时候还吃过屎呢。好了，老板，以后不要再请我了。先把鸡架给它腌一下，来点洋葱、香菜、秘密腌料奥欧良、嫩的生粉。庄园腌制一个小时，要是闲着没事了，可以多腌一会。小爹，给我买个碗洗吗？你那不是都是吗？不买。我告诉阿妈，你偷看美女。准备开烤，锅热加油，油热放入鸡架。放下去的这一刻，香味都出来了。烤的差不多了，给它翻翻面。
煎差不多了再给它翻翻，没有到煎成这种焦黄焦黄的。这东西要小火慢煎，喜欢老一点了就煎时间长的，喜欢嫩一点的煎时间短一点。要是喜欢你这样的咋办？你别多来点辣椒。铁板鸡架，十里飘香。盛出开吃。再煎点不辣的。鸡脖再煎一下，枪鱼顶过了。再给小孩来点虾。鱼，孩子，快来了啊！虾哥哥，我来了。来来来，管吃了看。咦，正好。各位大朋友、小朋友、中朋友、老朋友，嗯，差辈了。啊啊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小弟真帅。对，你俩说的对。你说夏叔叔真帅。夏叔叔真帅。你说夏叔叔真帅。嗯，行。经过几个小时的忙碌，大朋友、小朋友已经就位，现在开始吧。谁都别给谁客气。来，你吃个哪的？你喜欢吃哪的？你吃那个。你吃那个。你吃那个，对，大家分好。我吃这个。哇。这鸡排真大。这鸡架。哦，好嫩啊！有汁，汁水。嗯，好吃不好吃？好吃。你一个嘴两都是辣椒。这几下做的时候没有太多肉，这吃起来感觉肉还挺多的。骨头放里边都是肉，是吧？这真好吃。他现在这样真好吃。你说我听不听啊？做的，做的啊！你可爱不可爱，小如果？可爱。你给我看看，给我笑一个。你来个飞吻，嗯。觉得爸爸帅还是叔叔帅？那你别吃了，那你别吃了，到底谁帅？喂，真不吃了吗？你说爸爸帅，有骨气。咦，全是肉吗？小孩都是啃着玩的。来，给你投一个。咦，吃中了？吃中了。来，好长时间没有开过荤了，来吧。鸡排好吃，虾好吃。哪个最好吃？你呢？哪个最好吃？好吃就好吃，都有点费事哈。焦香焦香的，特别这些焦的这点好吃。这干吃肉又不好吃，它有点扎菌，都感觉。看一下这肉嫩不嫩？鸡架也就是吃个味儿，是不是事儿？嗯。肉都这一改了。吃过，我们也不知道有没有吃，还不确定他吃过还是没吃过。吃出咬子了？我吃过。乖乖，你这你都吃出来，你真厉害。好好吃吧。对，好好吃。嗯，还是那个味道。有点糊弄你。啥？骨髓。咦，你咋那恶心人啊？哎。这是啥喝？这是啥喝玩意儿？这样喝更香。妈妈做的鸡脖子真好吃。小杰，小人说话都是骗人的，你别当真哈。我没骗人，小迪，我没骗人。啊，真好吃吗？对，真的。嗯啊，这才是第一次吃。鱼，你吃中了啊？这一个吃完什么？爸给你吃点吧。他刚不说他要吃六个吗？这个是做的比较焦香的呀，看到没？这主要他们个脆，我给他都听见了。一个鸡蛋骨，一个鸡架。嗯。这些都是鸡里边相对来说比较便宜，然后特别鲜吃的。嗯。真的就是吃这个辣椒味儿给这个奥尔良味儿的。我还想吃一个。来，我给你扒。嗯。我的嘴巴上都是油，太香了。嗯，太香了。
来下肉果。好吃，好吃。那个虾，这个，吃完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，这个没肉了，这个没肉了，我给你换一个，小弟，这个、没肉了。那真是小孩的嘴，弄了半天，虾是给我做的，给我给三哥做的。哎，鸡排给鸡脖子是给他俩做的，哎。